他整个人还在晕，完全没有料到说我房东的那个朋友会来，然后我被他们抓着灌了大概两三杯，浓度还挺高的，而且空腹状态喝实在是有点，有点受不了。多喝开水，多上厕所。一个万万没想到啊！刚好可以准备一下零食，准备一下脚卡跟骰子，如果想要实地骰的话，虽然也没有真的要啦，就是看状况这样。就是以想要准备的，准备一下吧。好哦，对啊，趁这个时候来检查一下脚卡。哦，靠腰好晕。真的，真的不能喝，不能空腹，真的不能空腹喝酒，真的不行。空腹喝酒的那个后劲太强了。那有打算说要整点开始，还是觉得稍微沉静一下，5分再开始？看你啦。没关系，没关系，整点开始就好。OK，整点了，都准备好了吗？OK，好，那就先二话不说，吹紧油门，看一下那个 OK，录音也开，那就开始吧。音乐和音效调整到最舒适的就可以啦，频率就可以。OK，有。那我们就开始啦。当然的，至于上一次在港口目送 Alan。还有 Otis 离开，也在那时意外的发生了小小的特别的事件后，日子也又慢慢的回再度回到了宁静，再度回到了平常。但是唯一不同的是，虽然事件发生后，Palmaris 虽然还是如同以往似的在店里忙着，也和往常一样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只要稍微提到和事件相关的事，或者关于他私人的事，他也只是轻笑，轻轻地扬起他的嘴角，说着："哎，员工也是有隐私的嘛。"的话语后，便一而再、连三地回避了所有类似的话题，也似乎没有想要打算谈谈的想法。也在
这样的状况下，一日度一日的，又是来到了好几天之后，或者说今天这个平凡的夜晚，距离 Aaron 他们离开 Neverwinter 已经过了约略一个月的时间了。你在看着现在已经逐渐要打烊的酒馆，也看着客人们摇摇晃晃的，有的喝得醉烂，晃着出门开门一瞬间还跌倒，有的还努力撑着自己的身体离开了那属于你的王国，你的小小的天地，这间小小的屋子，也看着你的孩子们、员工们陆续的收拾打包，开始一个一个准备回家下班。你也注意到了帕玛瑞斯在外头协助还有目送这些孩子们还有客人们离开后，也看到他在上楼之前只是轻轻的将一个信封轻放抛到了你的吧台前。那你要做些什么呢？你看到他已经哒走上楼梯了。我会就是然后去伸手把那个信封拿起来看。帮我甩个 investigation 看一下。investigation。你注意到上头有着美丽的大大小小的烫金植物雅瓦花纹，在这个信件长方形的信件的附近装饰着，也看到上头上面写着 Protector's Enclave 还有 Neverwinter Coat， 看起来这个十之八九就是一个月前那时候守卫所说的皇室的信件还有邀请函吧。我看着那个东西稍微抹了一下脸，然后我真叹了一口气，然后我先把那封信先收进怀里，然后想说先检查一下柜台周边有没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信件还没拆封，然后一边嘟囔着等下回到房间再说吧。帕玛瑞斯那家伙不是说什么 Oscar 还是那个应优生的那个孩子，他有寄信给我吗？他有吗？帮我塞个 investigation 看一下。你看了看周遭，除了账单、收货单还有一些记账单之外，并没有特别的属于那孩子的信件。你看了一下东翻西找，并没有任何的一张像是寄过来或是从远方寄来的信件，除了这件之外就没有。奇怪，那帕玛尔斯他怎么会这样说？还是信出问题了？我就耸了耸肩，然后先确认前后门都锁好，然后呢就带着那封信回去楼上我的房间。好，你缓缓的走上楼到你的房间内，你已经听到帕帕瑞斯房间那里已经传出了安详的沉稳的呼吸声，看起来应该是就寝了。你进到你的房间，一如往常的没有任何的奇妙地方，就像是昨天看到、今天看到，或是醒来时看到时的景象是一模一样的。我就直接一屁股就是坐到床垫上，然后盘着腿的开始在那边拆那个信。你看这封信，它封印的是用蜂蜡，而且看着金色的蜂蜡也特别的果真。果真是贵族那上级的阶层才会有的金色，也算是非常有价格的颜色。而蜂蜡当然你简单的用笔或是小小短剑就可以割开了，
你割开了蜂蜡，你也看到里头装着像是用卡纸所印出来的小小的邀请函，你也看到上头用着美丽的草写字体写着内容，旁边也有大大小小的像是装饰般的植物亚花花纹在附近，也可以闻到淡淡的玫瑰花香从这个信封里面还有这个信件里这样飘了出来，特别是打开时那个味道是这样子缓缓的淡淡的、直接噗飘出来。我大概就是一边呜呜的一边把那个信稍微拿远一点，就是哦味道有必要把这个信喷的那么香吗？哦，拉远一点，缓缓的拉远，你也看到这美丽的草写字体上来，上面是写 Come on， 所以你看得懂，你看到上面写着时间下午，教堂敲下第三声钟响之时，至 Protector Sanclave Neverwinter 的宫殿前花园等待护卫接受，也在旅行时注意自身安全，而我们将会谈谈关于怀表的事情。我稍微皱了皱眉，然后他是他们跟他说那个东西了吗？我就有一个挑眉。你也注意到信件的下方有一个大大的火漆章这样盖着，也可以确实确认的，这一个是100% Neverwinter 皇室那边所发下来的信函，而不是那种仿造的或是那种刻意来乱的信件，是真实的货真价实，这是可以认出来的。我会伸手摸摸下巴，然后虽然的确如果要说的话，这的确是跨国的问题，可是真的接到这种位高权重的人的通知还是对，我会一边这样子嘟囔着，一边就是把那个信先收好，然后摸了摸脸。好，那在睡前有要做些什么吗？可能是有点像是焦虑那种感觉，我想要翻翻看我的房间里面，就是有没有留像是从卡拉图那一带带来的场馆烟斗类的东西之类的。如果有在常抽的话，基本上在老位置一定是会有的。如果是有抽烟习惯，是一定是会有的，不会弄丢啦。对，我就像是焦虑了起来那样，然后就拿起我的长烟斗，然后呢放入一点烟草，靠在窗边开始抽了起来。好，你静静的抽着烟，也注意到帕玛瑞的房间窗户今天是没有开着的，看来应该是累了，或是没有特别要做的事。也听到那沉稳的也是他的呼吸声，也不停的从那个房间的，虽然有隔着门板，但还是可以听到一点点这样子，是确实睡着了。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房间，然后呢就，一边叹气，然后轻轻的在窗台边就是把那个烟灰敲下来，然后睡吧。对吧，除此之外我还能够做什么？然后我会一边就是观察一下窗外有没有什么令人在意的画面才去睡觉。你看了一下外头，距离一个月前，你也想起了一个月前，那时候可是那一个小小小小的巷子可是被一头巨大的猫头鹰就给弄得快不成了样，还差点遭受到邻居的抗议。你看了一下这一个月后的景象，路道路已经再度修整，虽然和先前比较起来有些不一样，特别是被撞歪的那一块，或是被撞裂的那个部分，已经看到铺上了新的石砖，还有新的木板，但是因为颜色还是会有一些差异，而且也想起了那时候，也是虽然也是在二三的解释下。不用做多余的赔偿，而且 Alan 还有 Otis 虽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也有看到
他们也在这一个月这个半个月之时有寄来了一点像是赔偿金之类的东西，但是看到里头放的东西，你也想起了那时候 Palmeris 是二话不说的轻轻的拿起那一袋马赛克，嗯，走出去大概过了半天之后换了一袋钱回来。嗯，哈，我想要回忆一下，说我对于那袋马赛克有没有什么认知之类的。帮我写一个 history。OK， 好。你想了想，那一袋马赛克也真是惨不忍睹，里面传来了阵阵的恶臭味。帕帕瑞像是习以为常的，直耸耸间看着里头那飘出恶臭味的东西。当然，对你来说，比起说是肉，更像是大大小小的，还有一点烧焦味的，里面看起来像是物品，但是那些臭味还有那些焦味真是惨不忍睹。你也想起了那时候 Aaron 非常的认真说了绿叶节这两个字。我沉默的就是双手抓着我的那一根烟杆，然后就我应该去深想吗？我真的应该去深深想一下这件事情吗？可是好像哪里又不太对。我就一脸微妙的就是把我的那个长烟杆就是先挂到日常会用的腰带上，然后放在椅子背那边，然后把窗户给关了起来，然后好的好的，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先睡觉，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OK， 缓缓的喝上烟。当然呢，这一晚也是十分平静，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吵醒你，而且在你醒来之时已经听到了鸟鸣，还有感觉到那阳光照射着你的皮肤，当然呢还有听到外头传来的敲门声，帕玛瑞的声音，虽然也只是一下子，但是就如同往常，你听到人的敲门轻轻的叩叩叩，最后听到了外门说着，老板别忘了今天的事情啊，我要去买东西啦，随后你就听到咚咚咚往下走的声响，也再来这个每日的叫醒你的方法，虽然和之前直接把你抱起来不同，但还是十分的平常，十分的往常，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日复一日的日常的。你缓缓的起来，看着外头，现在也如同之前一样，中午、下午的时间点。我会默默的看着门板哦。他根本什么都不想讲的，然后一边这样子嘟囔着，然后一边，我翻了翻我的衣柜，想找看看有没有比较适合去觐见贵族之类的服装。你有 find clothing 吗？好像没有，没有，那就没有。你翻了翻，都是日常的衣物。Oh shit！ 我整个就是然后我，哎，不行，穿着这样子的东西出去，然后呢还是见贵族，哎呦我的妈呀！我就一个纠结，然后就默默的看了一下自己的钱包，然后呢看了一下窗外，好啦，去买新的啦，哦，麻烦死了。对，我就先去梳洗了一下，决定先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高级服饰店之类的地方。好，那帮我塞个 survival 来看一下吧，再度的在这个大城市内找寻着服饰店。求这次不要再出事啦，闪神，拜托拜托，这是住了很久的地方啊。哎，看一下，没问题。你看了一下周遭，当然现在也算是说的话，因为中午，而且也看着今天那美好的天气，今天的太阳还有今天的光线彩度都非常的好，要说的话完全就是一个
可以好好的散步，而且温度也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的好地方呢。你看了一下来来去去的雪冬城，也慢慢的来到了 Protector's Enclave 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大位置。你也注意到了摊贩，也看到了那离，也就是说所谓的 Protector's Enclave 中心的市集。虽然和以往相比，人没有算是特别多，或许是今天是平日的关系吗？你看了一下，和以往来往的人相比，今天稍微少了一些，但是人潮还是有的。那我会就是一边逛，就是看着市集上有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然后一边试图找那个高级服饰店。好，那帮我甩一个帮我甩一个 perception 看一下好了。perception 的话，你缓缓的走进了市集内，开始找寻着有没有类似的服饰或是类似的东西。你看了一下周遭，你注意到了布料商。你看到了正在卖着布料的商人，前面有一个老婆婆。你看到这个老婆婆慈祥的正在用她那长着皱纹的手，轻轻的拿起一块湿布，摸了摸她的质感。她正在跟店员那位年轻的，和她相比年轻许多的女性正在交谈，两都是人类。我会稍微抖了抖耳朵，然后凑过去就是看一看布料，但顺便尝试去听对方他们在聊什么。好，那帮我甩个 perception 看一下。你听到了，当然你耳朵动了动，完全由于也多亏着现在人没有和以往相比没有非常多的关系，你可以清楚的听到他们正在谈话。你听到那老婆婆慈祥的眯起眼，摸了摸手中布料，你说这个是从母后朗那里进口的，那里已经荒弃废弃了那么久，那里的地区还有继续在生产布料一类的。你听到那女性看了一下这老婆婆，直轻轻的呵呵的笑着，现在还是有的，而且重建当然的地区那里还是有一些嘛，不然德哈软那边人怎么可以跨越到这地方呢？你看到那老婆婆只是慈祥的点了点头，轻轻的推了一下她老花眼镜，也是也是。也看到那老婆婆眯起了眼，我倒是想问一下，有没有看到那孩子？也看到那女性愣了愣，那个孩子上次他带了一群朋友，没想到还可以见到他，我还想问问看布料的事情呢。这是你听到的。我会因为听到有孩子这个字，所以我就好奇的就是歪了歪头，然后听他们有没有再去说什么。再帮我甩个那个的话，帮我甩个 stealth 好了，轻轻的聆听，然后不被他们发现。stealth在你正要缓缓再靠近布局聆听之时，你已经看到了那老婆婆已经视线转向你，而旁边那位年轻的女性，也就是这个布料商的商人，眨了眨眼，虽然有些困惑，但也随着老婆婆的视线一起都看向了你。你看到这老婆婆眯起了眼，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没有没有，没事，就是看一看布料，然后听到你们说什么孩子之类的，不小心听到。老婆婆眯起了眼，轻轻的用着她那长满皱纹的手握着她的拐杖，将手上那
美丽的紫色丝绸布放到了一旁。孩子啊，孩子啊，说孩子更像是孙子呢。可以听听那是什么样的孩子吗？帮我塞个 persuasion， 我看他会跟你说多详细。persuasion， 然后他眯起了眼，轻轻的笑了笑。啊，很特别的孩子啊！你看到他将再度的用他的手挑起了另外一块紫色布料。下午还有一些会面在，我也想起了男孩子。你看到他停顿了一会儿，随后又看向他上次的衣服，似乎因为一些状况变得破破烂烂的，该缝补了。我听着他这些话，然后照顾孩子吗？也是啊，有时候就也不知道这些孩子们跑到哪里去玩，还是去做了什么冒险。有时候就脏兮兮的，或者说是衣服弄得破破烂烂的回来。以前我照顾孩子们，他们也差不多都是这样。那看向你，轻轻的笑了笑。啊，年轻还真是美好啊。啊，特别是当明明像是个孩子，是个孙子一样的人，实际他活的又比自己还久之时，某方面来说却是一些尴尬呢。也注意到这老婆婆说完，将她的视线看向店员。啊，小妹妹，布料给我来，这个给我三米，这个给我五米。也看到那年轻的女性店员大眨眼。好，三米五米，需要一些丝布是吗？你看到他，也就是赶紧的用他的裁缝剑开始剪着布，但是他们都是有在听说话的啦，都是有在看，就是有在听的。我就对着那一位老太太，就是也苦笑了一下，然后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虽然我是个半精灵了，但其实以前也有一段时间，可能也有个十几年，我也曾照顾过是个高等精灵的孩子，比自己还要年长，可是看起来又像个孩子。以他们种族来讲，好像也的确仍然是个孩子，感觉很奇妙，可是又觉得好像不会那么快就离开一样。啊，是吗？是吗？你看着老婆婆轻轻的微微一笑。有时候他们那种生长年龄十分迟缓的种族来讲，既稀有不常见，而且有时候自己都长了大半辈子了，他们还是跟一个小毛头没两样啊。他自顾自地说着，用他那年迈的手接下了电影布，默默地再度将世界看向。看起来你也是辛苦了。就也算是被朋友所托，然后照顾着那个孩子了。但我有点下意识的，就是左手放到我小腹曾经的伤痕上了。至少，虽然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母亲，但有一种活像自己真的有了个孩子的感觉吧。然后我就稍微笑了笑。他看向你，缓缓的点了点头。那我也可以理解啊，我可以理解。他说完，缓缓的握着他的那大捆小捆的布料，又看向你。那么，我
跟其他人还有点约，那先离开了。你看到他已经拿着拐杖准备要离开这个摊位。那我会对他点点头，然后不好意思啊，还这样子让你跟我聊了这些。那你说的知识你也看到了，后面那已经放下了裁缝剑，看了一下四周，眯起眼对你笑了笑的店员。那位老婆婆还蛮喜欢聊天的啦，所以她应该是不太介意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被搭话啦，有时候社交就是这样麻烦。对了。实际上我今天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会面，但我不太熟这边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的高级服饰店家。你可以帮我推荐一下吧。那看向你轻轻的笑一笑，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也是可以为你打造的，只是可以吗？你看到他轻轻的握了他的裁缝剑，又看了向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就是了呢。如果可以的话，因为今天我有一个重要的会面，必须要在下午教堂打起第三次钟声之前，我就必须要赶到。如果你可以的话，我当然是不介意。帮我塞个 inside。你看到这个拿着裁缝剑的女孩，只是像是惊呼的呼了一声，但是你不确定她这个惊呼是代表什么意思。你看到她快速向你点了点头，这个吗？当然，是可以很快的帮你做好的。哦，那就麻烦你了。需要我一边就是有点纠结的看一下自己的衣服的哦，我们需要量我的身材尺寸吧，有什么地方，然后我们两个量一下，可能我得脱一下衣服。那看向你，默默的点了点头，啊，跟我来就是。他默默的将后面的布帘打开，你看到这个摊位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像是量身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虽然比起说是一间房屋，更像是一个行动的马车。我就挑了一个眉，然后吹口哨，就是哇哦，然后就乖乖跟过去。好，你和这位女孩跟随她的脚步来到了马车内，你也看到他细心的拿起了他的布尺量着你的身形，也向你轻轻的点了点头，看起来当然是可以的。裙装裤装还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要求之类的呢？裙子什么的我完全不觉得我适合啦，就裤装好动的就好，而且比较麻烦的就是今天是要跟一些比较贵族那些的人见面。帮我塞个 inside。 你不确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一直看到这个女孩嘴角微微的往上看向你，像是自信的点了点头，不用担心的，不用担心的。我就搔了搔脸颊，然后可以的话就麻烦你了。我也不太管什么流行什么的，有时候有些衣服吧，还是在我店里面的工作的孩子们他们推荐或者他们擅自买。我就有点不好意思的在烧着脸颊就安静了。帮我再塞个 inside， 这是最后一次。对，好，你注意到这个女孩对你微微笑，你先会感觉的她好像对于这样的反应似乎没有感到的紧张慌张或是担心，
就像是他已见过，或者是他自信满满。你看着他看着你，突然间的像是想到了什么事，不然要不要试试看，也自己做做看呢？我可以在旁边协助你，这样子你也可以更能找出自己想要的去路，而且其他那些比较复杂的我也可以协助你。反正你看到他看了一下外头，又看了一下你，今天人也不是很多吗？可以这样吗？他向你点了点头。是很有趣啦，我就飞快的就是拿起就是稍微掏了一下我的怀表，就是快速的看了一下时间，然后再放回去确认一下还有多少时间够不够这样挪。你看了一下时间，距离要会面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但你看着这一位裁缝似乎非常非常的自信，好像就像是完全不担心一样。我就扫了扫脸，然后那就麻烦你了，但真的必须要赶快，毕竟时间没有那么多。然后他向你微微一笑，然后将他的裁缝剑放到了你的手上，你也看到他看着你。那你想要什么样的颜色的布料呢？至少布料材质我可以帮你挑，那颜色也可以选一下。我摸了摸下巴，然后想了一下，如果要说的话，那我好像基本上不是白就是黑，比较多也是米白吧，米白色，要弄刺绣也应该不太可能。然后我就一边嘟哝着，一边就是环顾着店内里面的布料们。你注意到里面基本上颜色五彩缤纷都有，但是像是蓝色、红色、绿色这种，尤其是颜色非常鲜丽的这些布，价格都比较高了些。我沉默了半晌，然后摸了摸下巴，然后稍微想要回忆一下，说就是有没有稍早那一个夫人她就是买的那种紫色的布料，我想要想一下说她当时拿的是什么样的紫色。好，帮我撒个 history。 你想起了当时她拿的布料的颜色是暗紫色。我稍微摸了摸下巴，然后要能够适合漂亮的暗紫色也不容易吧。然后我是一边说的，一边就是捏着一些布料，就是在一边比对。然后我稍微看一看，就是有没有像是比较偏淡绿色的布料。有，这是一定有的。对，然后我就折纸那个淡绿色的布料，然后基本来说的话，白色或绿色，你觉得那两个颜色搭配的话，你觉得如何？看着这位年轻的裁缝，看向你点了点头。当然，当然，然后再配点金色的装饰，可就完美了。哦，那就麻烦你帮我啦。他看向你点了点头，就像是有了有了些点子似的。你看到他已经快速的将他想要的，或者说那些大大小小还看到了一些华丽装饰。你看到他只是眯起了眼，虽然说这些装饰看是华丽，但是小小的基本上都是金色的链子或是皮革。你看到他已经坐到了旁边，那帮我晒个 Side Hand 手部技巧来看一下。好担心。哎呦，借由这位女孩的教导，还有
一些有时候在缝纫时可以感觉到特别熟悉的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过往。看着他细心的教导着你，你也开始将这些布料作为整合，作为小小的一些修饰还有缝纫。你看着那有着白色还有淡绿色的高腰裤，还有高领的衣服，加上了那短短的浅绿色的披肩，一套美丽的 fine clothing 就这样子在你的面前就在完整的，而且看到了一些小小的金色的装饰，还确实不错呢。而且穿起来你看一下，测试了一下，非常的舒适，活动也很方便。那我会就是哇哦然后我会就是把自己日常就是用的那个腰带，就是上面还挂着我的那个长杆烟斗那样子，就是也套了上去，一个习惯性，完全符合自身的状况，而且也不会显得突兀。你看了一下旁边的小裁缝，你看着他扬起的微笑，这样子的话，因为是自己做的关系，十 GP 就行了。诶，这么便宜？他看向你，点了点头。当然，你要给点小费也是可以的啦。可以这样做，然后还要教人什么的，好歹给你个20吧。毕竟学习这些都是你自己努力来的记忆。你还要教我，还这样帮我，这也是不容易的技术啦。他看向你，像是有些惊讶的，微微的张大了眼，但是随后也看到这位女孩笑的眼睛都眯成了弯成了一副弯月，那她嘴角大大的上扬。真的吗？这也是第一次尝试，而且加上你也算蛮有天赋的呢。他默默的看了一下那闪闪发亮的巨衣，只能说谢谢。我觉得这是一种投资啊，毕竟如果只有完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弄的话，我肯定弄不出来这些设计的啦。看到这位女孩看向你，眨了眨眼，没想到还蛮适合你的，毕竟。我会的也基本上也是 Ferrum 的衣服，像你这样子特别的异乡人的身形也算是很稀少，很难碰到的呢。能够像这样子的衣服，我也是第一次穿啦。我是很开心的哦，真的。也在这时帮我塞个 Perception。这时也听到了教堂开始敲响了第一声钟声，也注意到，你也特别注意到了有几个守卫突然间的往你还有他这个小小的布料摊贩前进。你也注意到这两个守卫穿戴着银色的盔甲，上头还有 Neverwinter 守卫队的标记，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用着低沉声音的开要缓缓开口。Yulia， 你怎么玩客人玩到现在还不把人家带到宫殿里呢？你看到了那位小裁缝只是微微的笑了笑。婆婆嘛，就婆婆她说帮她打理一下之类的。也看到那所谓晃了晃头。我要用这一脸，等一下你们在宫三小就懂，等一下你们认识，还有刚刚婆婆什么的，等一下把我送进宫殿。What？ 我要用着那个非常惊恐的表情，就是只用表情这样表达着，然后一脸黑人问号。也注意到那守卫将笨重的盔甲已经用视线转向你。不好意思，这也是受夫人做事。他说：“您在这里，
我们就直接前来了，没想到还遇到了裁缝尤里亚呢。咦，等一下，尤里亚你，我一边看着那群设计师，一脸也看着他轻轻的眯起眼，挥了挥手中的裁缝刃。有合作，我跟婆婆算是有合作关系的。所以，等等。刚刚那位婆婆该不会她点了点头你也看到那守卫轻轻的敲了敲用她那穿着板甲的手敲了敲她的头盔早上夫人来这边购买布料没想到还意外的就遇上了宾克宁了我就一个掩面然后哪有人这样子的？我就那个就是直接那个就是靠在旁边，就是一脸我等一下，刚刚那个就是我要见的贵族等一下，大家那个身份不得了吧？就那个纠结的脸，然后我应该没有冒犯到他吧？你轻轻的用你的眼角这边翻，你瞥了一下尤里亚，你看到尤里亚是完全的嘴角。是非常的自信，双手握拳，就像是完全的要你不要去担心似的。一看到他随后也轻轻的放下他那双手握实的拳头，一看了一下那两个高大的守卫，也和那正在开口说话的守卫轻轻的点了点头。那你们都来了，他也不用去找，你们就直接带他去皇家花园，这样就好了吗？也看了那守卫盔甲发出铿铿锵锵的声音，也看到他缓缓的摇了摇头。也是啊，至少这也算说准时吗？特别的准时。我烧了烧脸颊，然后我到底该怎么吐槽？我就那就麻烦你们了。看到这两个守卫向你点了点头，轻轻的和后面的尤利亚挥了挥手，那么我们就带宾客过去下午茶啦。也看着那位小小的裁缝这个布料商贩是眯起了眼。当然那我就继续做生意了，也辛苦你们了。遇到 Knox 队长的话也和他说一下，我这边跟他说声好这样子。也看了一下那两个守卫盔甲轻轻的晃动，发出了铿锵的声响。那主要在说话的守卫，你看到那盔甲的视线又轻轻的砰又晃向了你。那么走吧，夫人等你应该也算一段时间了。我一脸纠结的点了点头的。那就麻烦你们了。他向你点了点头。你看到这两个守卫也开始慢慢的前进，也帮我塞一个 perception。当然，在他们的护卫之下是非常的顺利的，而且对要去走没问题。那我们就休息五分钟，暂停五分钟，再来就是对现在在进行中五分钟。我麻烦你们，对不起。没问题，这休息就直接讲。对，
记得，我回来了。咻，我回来了。咻。完全没有办法料到，我只是想说找个地方买一下衣服，结果就等等啊，什么那位太太就懂，我的老天啊。人不可貌相，真的人不可貌相。不过真正的有钱人，说实在的，几乎都，该怎么讲？他们反而穿的非常的普通。对，我认识，至少我以前工作服务过的那些都是这样，完全认不出来是有钱人的那种。你只会觉得说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邻居婆婆那种感觉。通常太招摇都吃那个词，消音，那个还有制服耶，要捐够多钱才可以有制服哦，还有分款式跟阶级哦。那就等，真的跑团的时候不能喝太多酒，会晕。呀，阿布那边你还听得到我的声音吗？OK， 刚去倒水回来啦。Yeah, OK。好。OK， 那要继续了吗？OK。好。你顺着守卫的步伐，当然的，也在守卫的带领之下，你也来到了皇家花园处。你看了这个花园，虽然给你一种熟悉感，但是又给了一些陌生的感觉，就像是曾经来过，但是隔了总是事隔那么久，总是会一些淡忘的。你看着这鸟语花香的花园，种着大大小小的花卉，有玫瑰，有薰衣草，还有一些大大小小无法特别去辨别的草药，还有花草们。当然，如果是帕玛瑞斯，可能会喜欢这种地方吧，就像是下意识的。回忆下一次的反应，你看了一下周遭，也注意到那中间的喷水池不停的喷着那接近的水。虽然 Vortex Enclave 中间上了那千层楼梯后，已经看到那不停会喷水的喷水池了，但是花园也有啊，还有啊。我会就是看着这一切，然后就是不愧是有钱人呢、啊。的一边乖乖跟着，也在跟随着他们往内再去伸手。你也注意到，也看到了那刚才见过没多久，或者说和方才相比，看起来稍微的装扮些为正式，但是还是如同平凡、如同平常的那位老妇人。他已经静静地坐在了一张圆桌前，手
有拿着有着微微的暗纹刺绣的黄色布巾，你看着他戴着一个小小的金色皇冠，上面镶嵌着美丽的绿宝石，身上的衣物和方才相比似乎穿的微纤维高贵了些，但是也是可以看到顶多的就是上面或者说手腕处大概换了一件衣服，但是以简单上下整体的打理上还是和那正在买布料的老婆婆是一模一样的。Sora 他会看着眼前这个画面，然后就是一个先无声的深呼吸，然后就先是就是因为有点太紧张了，所以就是有点笨拙的，就是试图行礼那种感觉。也看着那老婆婆轻轻的笑了笑，不用不用啊，都才见过没多久，行什么礼？怎么就跟我那孙子那么相似呢？毕竟还是要注意场合嘛。我当时也不知道说您的身份呢。哈哈，摇了摇头。我不在意身份。都是有孩子的人，就直接和平常一样，像是在布萨那里谈谈话，就这样罢了。不用担心，坐吧，坐吧。你看这。他除了布料之外，桌子上的也是大大小小的饼干，还有茶点。也看了一下那些器具、盘具，这要说的话，完全当然的皇室规格。这些古瓷、碗、杯、瓶，这些可以卖不少钱。我会就是，哎呦我的妈呀，他要多少间我的店才买得起这些玩意儿啊的那个表情，然后的就纠结，但还是乖乖的照着旁边的空位这样子坐下来了。轻轻的拉开一张坐下，你也发现刚刚那两位壮汉守卫，也就是守在花园离你们大概30米的地方，对，他们就站在那里一直盯着看，而也看着这老婆婆轻轻的用他那长满皱纹的手将一个古瓷茶壶拿起，将那美丽的应该说现泡的花茶静静的倒到了他的杯子中，他也为你倒了一杯放到了你的面前，你也看到他随后坐下眯起了眼。那么也二话不说，我们也谈谈正事吧，关于怀表的事情。我听到他提及了怀表，然后我也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就说的也是，毕竟今天是要谈正事的。那我会稍微就是手抬起来，就是左手抬起来，然后僵在半空中一会儿，然后又乖乖的把那个怀表从衣领里面拉出来，但我没有完全的从我脖子上取下，就一切的起源也是从他开始了。他看向你点了点头。除了这之外 Waterdeep 那边也有一个，但是那边听闻好像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啊。Waterdeep 也同样的这玩意儿。他点了点头，清晰的道，据最近情报所得知，我的店那边好像有一个叫做 Benefactor 的人，好像借由几个人的力量用怀表开启了。你看到他轻轻的眯起的眼盯向了你的怀表，那一个怀表音乐城的他没有跟你说那是什么吧？他什么都不肯多说的，我也并不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音乐城那边
多了解一点。毕竟我那一趟短暂的休假，连续接二连三的就遇上了奇怪的怪物攻击，然后还有那一堆蓝色皮肤的人的追杀。阿香，你像是理解师的点了点头。是，对那些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回家的路。可是，那通往他们回家的路，现在却是个极大的威胁。我沉默了一下，然后，看来如果打开的话，会成为关不上的通道，是吗？他像是不否认的再度向你点了点头。是，没错。沃特丁那边才发生了，你看到他点的，他用他的手稍微细数点了点，好像几个礼拜、几个月前。我老了，记忆不太清楚，就连我那孙子来说着要带朋友去赌场，你看到他说到这里微微的笑了笑，有些衣服倒是回来了，但有一些却是不见人啊。嗯，感觉，我会就是稍微顿了一下，然后虽然我不太了解您说的那个孙子，但能够还在，还可以见面联络，也是好事啦。我会一边就是稍微苦笑一下，然后想起曾经也是被放养在我这儿的那个孩子。啊，他也是很难得的回来一趟啊。你看到他像是喃喃自语的说了几句，好像是说他的叔叔要他做些事情。看到他说到这里微微一笑，但他跟我说之时，我早已知道了，他的叔叔早已跟我说了。听起来大概也不是什么简单人物吧。我稍微苦笑一下，然后抿了一口茶。他盯向你，微微的眯起眼，轻轻的将他手中的布料放到一旁。你也看到这个老婆婆，除了当然看起来那些高贵的茶具，还有周遭的环境之外，其余看着旁边那两根直线棒，还有裁缝用具，要说的话，如果把这些高档的东西去除，还真的看起来就像是平凡的老婆婆一样，完全没有一丝特别的那一种高贵的气质。你看到她向你轻轻的眯起眼，也算也不算，那孩子总是吃不多啊。你看到她说完，也看向了那大大小小的饼干，又看得像你。你看到他眯起了眼，那你想怎么处理呢？他指了一下你的怀表。我摸了摸下巴，我相信这并不是纯粹毁掉怀表就能够解决的事。尤其当他们，我相信他们跟我所认识的人有勾结。看到这老婆婆在听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缓缓的歪了歪头。勾结，方便说一下吗？我抬眼看了一下这位夫人，然后我稍微有点眼神闪避了一会，然后
也算是，我会来到这，我能够来到 Neverwinter 也算是因为那一切吧。我有点艰难的抹抹脸，然后苦笑一下，也不是什么好故事吧。花了很多力气，然后从完全不好意思，我的家乡是个非常重男轻女，然后非常专制的一个地方，如果要形容的话。而我为了活下来，所以试图从那里逃了出来。我一路从我，然后逃到卡拉图，在一连串的事情，还有来自我家人的追杀，我最后来到这里。如果不是遇到 Nevercut 那个家伙的话，我也不可能有办法回到现在吧。帮我甩个 insight。在你说到 Nevercut 之时，你注意到这位老妇人，就像是慈祥和蔼的微微一笑，除了像是理解你，不停的缓缓的在你说的时点着头之外，也就像是听到这个名字，好像更加的放心似的，对你眯起了眼。我注意到他这个表情，然后，您认识他吗？他看向你，微微一笑，老朋友了，老朋友了。然后我搔了搔脸，然后，老实说，其实我稍早说的那个被放在我那边的孩子，也是他扔到我这边来的啦。然后我就是那种用吐槽式的手刀那种感觉，那种就是摆到一边，然后孩子扔了就跑，这家伙。你看到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喃喃的点了点头。啊，确实，他会做的事，他会做的事呢。我就可能是因为都彼此认识，然后还有他的反应不像是有敌意，所以我也开始就是有点像是稍微放下心那种感觉，然后摸了一下旁边的饼干一块来吃，然后不好意思啊，刚刚我稍微有点，但确实是因为他的帮忙，所以我才能够在这里生活着。只是如果真的是我家乡的，我家里面的人派来的话，我跟那个孩子可能都不会多安全吧。他看向你，点了点头，轻轻的用他的手拿起了桌上的那一个小小的他已经盛好的花茶，过瘾的一口，想起又放到了茶杯子上，轻轻的放在这茶的小茶几之上。你看到他望了一下旁边那盛开的美妙的花卉，又看了一下你，久了就习惯了。你看到他说着就像是怀念似的，这个你不用猜，你可以确实可以感觉到他在说这句话之时，那怀念的语气还有怀念的神情都完全的映照的在他的脸上。我会看着他的神情，然后对于这样子的情况习惯吗？
他点了点头，没有否认。我沉默了一下，然后，难道我有点纠结的垂下头，然后看向了这位夫人。难道在豪门的世家里，就没有办法手足之间不要为了权势这样做的方法吗？他眯起的眼轻轻的笑了笑，岁月还有权力，这些都是他们的旗帜，还有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事，不管怎么玩着棋盘都会一直在变动，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如此。你看到他说着，轻轻的再拿起了茶杯，再喝了一口。我的年纪也不像他们，或是像你这样子，可以比别人稍长一些。我的世代结束，接下来又会是下一个世代。我会就是左手微微捏着那一块怀表，然后时间永远都在流逝，就算再怎么重视的事物，也仿佛会随着时间不断被吞噬掉吧。他点了点头，看向时间也是时间，有些事情也是需要管理的。你看到他轻轻的将手指又指到了你的怀表上，这一个虽然我的地那边被人开启，但也凭着那些人的力量，在开启那一瞬间将人救了出来，然后又再度关上。而你这一个，我相信之后可能那些人还是会继续的找上你，只要他们还有一丝机会，还有一丝生命，还有小小的情报跟资讯，他们大概都会不停的追寻，不停的再把那早已毁掉的家乡之门再开启，放出。你看到他说到这里缓缓的顿了顿，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放出了什么东西，毕竟我的地那边 Silverhand 也没有讲关于这些的详细。我会沉默了一下，然后但据我所知，虽然我的阅历并没有那么多，但好歹音乐城那里也算得上防御做得很不错吧。可是当时我跟他，应该说是我跟 Tas 他们一家遇到的情况，也真的是很奇妙吧。本来只是个休假，然后被委托帮忙看店，找出为什么宠物鸟会死掉的事，哪知道就遇上了其中一只鸟是某种怪物变成的。而后我只是陪着 Tas 他的孩子去园游会，结果那些蓝色皮肤的人，他们为了这个怀表，甚至连一个孩子都要动手。帮我塞个 insight。 你注意到在你说这些话时，这个夫人，这个老婆婆也在刹那间的皱起了她的眉头。你也确实可以从她的表情观察出她对你是感到怜悯，也对你的这些遇到遭遇的事情感到的非常的就像是有同理似的，也下意识的不太高兴，但是不是对你，而是对你说的那些事情。
我会稍微看了一下他的表情，然后再怎么样，就以当时不知道怀表的事情的我的角度来讲好了，他们可以，他们作为一个大人，他们可以只抢走这个怀表，可是他们居然抓着、啊、跟我一样是半精灵，然后呢，才不过看起来像是个3岁人类小孩年龄的孩子，直接这样子绑走，还试图抓着这样子的小孩子爬到屋顶上，我真不敢相信，我当时要是没有追上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更别说之后，我不知道 TAS 他们有没有跟您说过，但其实前几个月才发生 TAS 他们被那些蓝皮肤的人袭击，还好 Neil 对那个孩子，对，还好他们母子没事。TAS 我当时是有去帮忙的，对，但到底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渗透进来的？看着他轻轻的眨了眨眼，默默的，就像是随着你说的这些事情，非常感到理解。也看到他叹了口气，晃了晃头，这些我都是有听闻的。现在音乐城那边暂时算是稳定了，谁知道他们还会做些什么事，会不会将这些灾难开始散布到其他的地方。我叹了口气，然后抬眼看向夫人哦，难道这个东西难道不能用像是什么强力的魔法之类的封印或者藏匿起来吗？毕竟我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或强大的人，待在我身上反而只会增加被找到的可能性吧。我懂，所以这也是今天要你过来的原因。我可以给你两个方案，看你怎么觉得。第一个，你可以将这个怀表，他们虚称叫做别世之药，交给我，也就是交给我还有 Neverwinter 国王去做处理。当然，只要你愿意的话，我们也会给你相对应的报酬。或者如果你想要寻求真相，想要理解更多，那你也可以前往 Waterdeep The Silver Hand， 或许他可能有什么特别的解决方法也说不定。我沉默了一下，然后我知道交给你们是可以更好解决的方法，但我默默的就是抓着这个怀表，但我同时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而且 TAS 当时为什么要交给我。我充其量也不过就只是个意外去到音乐城那边休假的旅馆老板罢了，为什么要把这东西交给我？或许因为平凡吗？你看到他说这句话，就像是猜测，但又像是肯定似的，盯向了你。平凡吗？如果我真的那么平凡的话，他们怎么又会找我上来呢？那么，我可以理解。那，也好好的保管这一个
被他们称之钥匙的怀表，有空时去 Waterdeep 看看吧，去看看能不能跟 Silverhand 见上一面。我相信他一定会和你至少说一些他知道的事情。我听着这些话，我稍微迟疑一回，但还是小心的点点头。然后有时候被交付到自己手上的东西，如果这么轻易的就交给别人接手，我自己也过意不去。好了，慢慢，但我还是想弄懂，以及我也不希望，我并不希望任何人出事，尤其我下意识的按着自己的小腹。现在我的店里还有我重视的人们在，那些孩子们，然后店里的那个教职，就我讲的有点小声，就是那种有点自言自语那种感觉。然后如果我可以搞懂，如果我可以做得到的话，至少这一份风险是我自己可以试着掌控的吧。有这样的想法十分的好，让我想起了过往。你看到他说到这里轻轻的笑了笑。啊，在我的印象，你有一间小店面吧？他应该也快要营业了吧？是差不多啦。我就一边说的一边看了一下怀表时间，是快要营业了。我看着那个时间，然后我就自从有了这个，越来越习惯了。你看着他轻轻的眨了眨眼，那我也不继续把你逗留在这了，赶紧回去吧。你的孩子们，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轻轻的笑了笑，他们可能都在等。我就那种有点害羞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稍稍脸颊苦笑一下，然后不过，不过就算要我去 Waterdeep 跟那一位见面，不过单靠我一个人的话，可能还是有点难度，还是或许会需要推荐函或者什么信物之类的，会比较方便。帮我下一个 perception。你看到这个老婆婆没有多说些什么，只向你微微一笑，轻轻的将她手中布再度拿起，好像还看到她拿起刺绣盘开始要刺绣似的。她没有多说些什么，只是轻轻的动动手。你看到那原本站在30feet外的守卫轻轻的走向，也看到了那从盔甲里面其中一个也这样开口了，然后我们会通知你的，女士。而听到另外一个比较粗犷的也是点了点头，夫人之后会给你推荐函的，应该吧。你看他说的时候好像抖了一下。我那个想要观察一下他那个抖是怎么回事。帮我塞个 insight。 到了好在意啊。应该 OK。 你看到这个突然整个全身板甲都稍微颤抖了一下，你那眼尖稍微微微的眼角瞥了一下坐在那里刺绣的夫人，你看到了就像是一瞬间，也看到夫人突然抬头的盯着那位守卫看，而且笑得特别的灿烂。我
看了一下那个守卫，再看了一下夫人，然后就是一个，我怎么总觉得这个画面感好像莫名的有点熟悉，摸了摸下巴，然后我就好的。那在离开前有要做些什么？然后我看着夫人，然后呢就是沉默了半晌。如果可以，我们还能够聊聊吗？毕竟有些事情在这里，我实在不知道该跟谁聊比较好啦。他只是轻轻的向你眯着眼，开始继续用他的手一针一线的刺着绣，也听到他淡淡的说着：“有机会，有机会，就来喝个下午茶之类的，也不是不好的事。”你看到他说到这里之时，将他的视线看了一下花园外的夕阳，悄悄的又将他头转了回来看向你。有机会可能还可以在布料上班前见面吧。我听到他这样讲，然后想起稍早那个情况，完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发现的。他也没有多说些什么，哀嚎的只是低头继续刺绣。然后我就一个那我就不继续多打扰了，夫人，后会有期。然后就是行礼。也看到他轻轻的抬头向你点了点头，你和他也简单道别之后，也在所谓的护卫下慢慢的回到了 River District。 帮我猜个 Perception。在回来之时，你也感觉到人潮开始变多了，或许可能晚上吧，而且也想起了不止你的一家酒馆，那里还有一个似乎半死不活，但是对看着那一个破碎的塔，现在也是一个酒馆之下。我方面来说，博人涛文那里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群，你也想起了当然这些喝完的喝不够又会再来你的店里光顾，也没有想太多的，你和守卫也回到了你的酒馆，开启门也看着 Pomaris 已经开始在打理各式各样的小小的桌子椅子杯子，现在都开始放好，也看到了你的员工们也开始进行打扫，也进行准备了开店准备。但是你看到他们好像刚才好像说些什么的，可是你眨了眨眼，他们说些什么忘了。然后我就等一下，你们刚刚说什么啊？等一下，重说一次。你看到这些员工们只是看了一下你，就下意识的转过头继续做他们的事，也看到 Pomaris 下意识的耸耸肩，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的吹了一声口哨走到了厨房。等一下，你给我说清楚讲明白你那是什么反应哦，你给我过来哦，我就那个追过去了的感觉。当你追过去之时，你看到 Pomaris 只是轻轻的继续吹着口哨，用他的右手伸起来，右手指了一下吧台，也看着他说着，再不吃就要冷掉了。砰，门关起来了。欸，我的一个，等一下，你这个王八，我的啊，混蛋。然后我就然后就先回到吧台，就是先用餐，毕竟稍早跟贵族的对话还是精神紧绷。你看着吧台上除了餐点之外，帮我塞个，这是最后的，帮我塞个 investigation。 你注意到除了 Pomaris 帮你准备的餐点之外，
你还看到了旁边还有一个用木杯子所装的提拉米苏，而提拉米苏旁边还放了一个生锈的小小的发条，而这个生锈的发条似乎只有一半，只有一半，就是只有发条头。也看了这个发条上面的锈斑，似乎有一段时间，而且手轻轻放上去，还感觉到一丝的冰寒，还有冰冷。我微微皱起眉头，然后有关吗？然后我眯着眼睛，然后环顾了一下酒吧内部。你看了一下内部，里头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就如同以往，火炉已经点燃，也看到了店员们已经一个个陆续的已经在做打理，包厢也清理得好，也看到了门也即将要开启。最后你看到帕玛很快速的从厨房里走出，瞥了你一眼，最后在他的要上楼之前，你看到他是要去拿卫生纸的，你看到手中还拿了一张纸条，然后上面大大写着卫生纸，靠吗？写着卫生纸。你看到他只是回头看了一下你，老板衣服不错看啊，蛮适合你的。随后他快步的走上楼，你看到他对你扬起微笑。对了，那个发条保管好。随后他对你眨了一只眼睛，开了门，然后砰，门带上了。你还听到了开始翻箱倒柜的声音。我揉了揉额角，然后呢再回想了一下就是稍早的对话，然后我该不会那个时候的谈话那个王八蛋就给我躲在附近吧。我这个王八蛋的那个是指的是 Never Got， 不确定他是否在附近，也不确定稍早的谈话会不会有什么，还有帕玛瑞斯给的那生锈的发条又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只看着面前的提拉米苏，还有听到上面翻箱倒柜声响，还听到了上头传出帕玛瑞的声音啊，之后要买卫生纸啊，老板是不是用太多了，像是这样子的话、啊、等一下干我屁事啊。对，你听着上头话，大概可能也是到底这家伙为虽然回顾了平常也和以往没两样，就像是事件没发生似的，也看着其他店员开始嬉闹，也听到他们说着啊，等一下下来可能又要看到老板跟二把手你追我跑了这样子的话语。而当然呢，发条代表着什么，而 Waterdeep 又有什么，还有 Never Caught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我们就将这一切放到之后，也就将一切来看一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吧。而现在就是一个准备开店，准备还有看着 Sora 冲上楼和 Papa Luis 殴打的情形了吧。我们就暂时将这个故事告一段落，就将这次画一个句点，我们就下集再带去吧，就让他们去打闹吧，辛苦了。哎，可恶，真的是一个，哦，才没有，没这回事，没有，没有这回事，才没有呢。今天是 RP 场的。对。完全就是一个一刚开始就是想说等一下那个 Neverwinter， 等一下要见的贵族会是谁，然后听着你在描述那个太太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听起来很像是普通的婆婆，可是根据阿布的尿性我相信绝对没有这么简单。对，我就一个我相信这个才没有那么简单了，一边维持着这个脸，人不可貌相，人不可貌相。所以我就是一个我该相信吗？可是我好像不该相信。然后呢，看着你最后的描述，干，这不能相信啊！哎呀呀，我们就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咯。哇，不过真的那种就是突然意识到
突然意识到刚刚买布的时候一起聊天的那位太太居然是一个高层人物的时候，这个真的会很恐，就像是哪一天原本你要去面试，结果你半路上可能只是单纯闲聊的一个对象，然后呢结果呢是你老板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哦然后呢咚咚咚咚咚，那个老板好，那个希望那个刚刚没，我应该没有冒犯到你吧？那对，怕抖爆，人不可貌相吧。我觉得这个放在现实里面真的会抖到一个爆炸哎、欸。就现实就是这样嘛，就不是什么都是那个啊，就现实总是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形嘛，总是会有的。慌张。慌张，对，就是慌张。旁听的可以说话了，结束了。